欢迎来到纯心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。优酷七部古偶待播，沉香如屑造型仙气长月烬明被催更了。或许是因为单改的门关上了，让古偶剧成为了资本的宠儿，陆续在拍偶尔待播的古偶剧真的越来越多，仿佛泉涌似的出现在大家眼前。尤其很多都由人气明星出演和组合，演绎一个个有趣又唯美的故事，什么类型的作品都有，每个平台都有不少 IP。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优酷待播的这七部古偶剧吧。已经有六部已经拍摄完毕杀青了，只有一部还在拍摄途中，但依然不影响他的人气，催更消息要爆了。你知道是哪一部吗？优酷七部古偶待播，题材风格多变。从如今曝光的电视剧名单来看，即将在优酷播放的这七部古偶剧题材和风格还是很多变的，分别为沉香如屑、与君初相识、安乐传、长月烬明、护心、我叫刘金凤和星落明成堂，有玄幻神话、鲛人传奇和宫廷爱情等，各有各的精彩。目前这七部作品进度条虽然各有不同，但都处于还没有定档的阶段，只放出了一些精致绝美的物料和 PV， 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作品的魅力。对比来看，每部作品都制作挺精良的，主角 CP 基本也以俊男美女来搭配，再配合绝美的服饰打扮，瞬间引起兴趣了。六部已杀青，一部待完，人气差距较大，但对比这七部作品，你会发现人气差距还是挺大的，有四部的热度挺火爆，另外三部就欠缺了一点，或许和主演阵容的人气有关。杨紫和成毅、罗云熙和白鹿、迪丽热巴、龚俊和任嘉伦等，只能说热巴算是大赢家了。在七部作品里，有六部已经拍摄完毕并杀青了，只等待定档和开播。曝光出来的人物图片也是一个赛一个帅气和绝美。唯有一部《长月烬明》如今还在拍摄的路上，但它一出来就被人疯狂安利，只因主演阵容太华丽了，官方透露的物料造型也很绝色。沉香如屑造型仙气，长月烬明被催更。若说最受人关注的沉香如屑必须有名字，毕竟杨紫的人气不是吹的，而且她也早早就杀青静待开播了，按如今的节奏应该很有可能最快上线。里面的人物造型超仙气，配合杨紫和成毅主演角色间那凄美浪漫的爱情，怎么能不让人心动呢？另一部还在拍摄的《长月烬明》也是粉丝的心头好，知音这主演阵容也是很华丽，不说主演罗云熙和白鹿，其他配角演员的颜值也很能打，堪称是行走的古装美人，还一人多个造型，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美，怪不得催更的消息都要爆了。综上，除了这些人气催更的古偶剧外，其他几部其实也很让人心动，无论是演员颜值还是故事剧情都让人心动。与君初相识、安乐传、护心和星落明成堂，海报已让人忍不住尖叫了，只要定档开播相信都会追的吧。所以哪一部是你的心头好呢？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。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。感谢观看视频。